点餐咯，这个来一份，这个来一份，这个来一份，点这个汤，这个汤，然后这个来一份，来一份菜盘。那刚刚他们说这个汤可以先试喝过，喜欢再选。菜盘的盘子也好可爱哦，就是他们的那个碗盘都很可爱，粉红色的耶。啊，我小公主来了。嘿，我们今天来吃什么？这间是在新竹的国公馆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我们现在要先试喝汤。先从这个开始，它是什么蒜鲜蒜血补补汤，然后胡椒猪肚汤、松露鸡汤跟牛肉清汤。那你要喝什么汤底？你要松露啊、哦。因为我们试喝过四种汤头过后呢，选择牛肉清汤跟松露鸡汤。米米要煮过才可以吃，你要冷静啊，你要冷静啊，好不好？米米是不是要煮过才可以吃？你流口水饿饿了吼。好，我等一下就煮这个米米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乖乖。烫烫啊，是不是很烫啊？烫烫，对啊，烫啊。那是不是要吹吹？那妈咪吹好不好？好了好了嘛，爸爸拿碗碗来了，来放碗碗放，好给你吃，你要吹吹哦，是不是烫烫？烫烫还不能吃啊？对呀、啊。噔噔，这个是牛肉清汤的汤底，里面是有牛肉片的料在里面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姜丝，好香哦。然后爸爸选的是松露鸡汤，汤底长得是这样子的啦。就是有香菇的香味在里面，松露鸡汤更香，我想要赶快来一碗。这个是鸡胸肉，就是刚刚那个鸡妮妮，然后这个是猪肉，猪肉他们说是用台湾猪比较甜，这个就是板腱牛。其实我发现他们很有巧思，就是他们肉啊的盘子都会有配色，牛肉就配这个颜色。我女儿超级喜欢吃玉米，一直咪咪咪咪咪咪，我现在拿米米给她吃。江江，这是我最爱吃的水晶饺，水晶饺连它的盘子都好可爱哦。现在有拍照打卡，就是有那个四选一，有肉鸡胗50%，或者是野生小卷一份，蛤蜊一把抓，或者是问号。问号的话就是会算是惊喜吧，所以选问号还不错。那我们刚刚噔噔，这次的问号是这个甜虾三只，然后这就是小卷，小卷一盘还蛮划算的。我们刚刚发现 menu 有一个东西，看这边，鸡奶奶的鲑鱼，鸡奶奶，我老公一直在想鸡奶奶是什么，鸡奶奶就是鸡胸的意思，没想到吧，鸡奶奶就是鸡胸。那我们的鸡胸肉已经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啊，没录到哎。这个白饭，副餐都没有在随便做，白饭吃起来是均衡的，然后手工面做的也好吃。好。现在要来算这个板腱牛，板腱牛还算切得蛮厚的，不是一般火锅店那种。薄薄的牛肉，它算是有一定厚度。板腱牛，咦，其实大概我觉得上个两三家就已经去走了，来试试看。刚刚算好的板腱牛，先来试试看。很新鲜呢，肉 Q Q 的，好好吃，我好喜欢吃火锅。今天天气冷冷的，真的超适合吃火锅的。
那个牛肉，不是猪肉，看起来像猪五花那种油花比较多的台湾猪，听说比较甜。可是我的汤底是牛肉汤，现在先来涮猪肉来吃。其实它猪肉也切很厚哎、欸，啊，猪肉可能要全熟一点。好啦，就是涮个两三下就差不多熟了，我来试试看他们的猪肉。猪肉，其实我吃火锅比较少会沾酱料，直接吃没问题。猪肉也是 Q Q 感的，可是肉片是它切有一定的厚度才会 Q， 好吃。真的跟店员讲的一样，台湾猪身材是料。它很自然的甜味，就是不加酱料就很好吃的。哎呀，豆腐也好好吃哦，超推荐他们的松露鸡汤，然后还有那个是什么？这个牛肉清汤。然后其实胡椒猪肚汤也很好喝，可是因为它胡椒味会有点辣辣的，因为我要给小波吃，所以我就选择了牛肉清汤。牛肉清汤也很好喝。然后，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点松露鸡汤跟牛肉清汤，可是胡椒猪肚汤味很重，因为我很想，就是如果没有考虑到小孩的话，我应该会点胡椒猪肚汤。当然，像它的鸡胸肉切的大小刚刚好，加上我老公很会煮，所以鸡胸肉试试看。鸡胸肉一点都不柴，超嫩，好好吃哦。饭也好吃，肉也好吃。这个面是要给我的吗？那我的放这里。哇，用松露鸡汤煮的面面，吃啊。发现了一个东西，这个第一加水晶饺。好好吃哦！因为老公都说好吃的水晶饺，我来试试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好好吃，水晶饺就是我刚刚前面拍的那种肥肥胖胖的，跟我们去外面买的水晶饺瘦瘦小小，跟卤味摊的是不一样的。吃看它的水晶饺，端端端端端，这水晶饺真的好好吃哦，又胖又好吃。胖胖水晶饺必点，怎么什么都好吃啦、啊！第一家水晶饺，刚刚来的时候没什么人，现在已经几乎都客满。好啦，我们也吃了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来了一个小时，已经吃了有点太饱，肚子有点饱，有点撑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自在参加的。奶茶，柠檬红茶，酱料，芝麻酱，就是有点就是辣椒酱，酱，葱花、辣椒、蒜头、沙茶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客满哎，他们装潢风格就是他们的墙壁画了很多猫哎，一只猫，两只猫，然后这里猫猫，而且都是很动态的动作，好可爱哦，画得真好。我刚刚还想说找不到卫生纸，其实他的卫生纸在抽屉里，然后其实他这个四人的座位啊，这边都有插头，好贴心哦，是给我们充电用的吗？看你这一把下去，格力当然就直接出来。贝壳的话是可以下去换其他东西。哎、欸，这个。哦，好酷哦！它的活动就是可以用这个手套啊，然后抓一把贝壳，抓一把。你看，像我抓就只抓到四个。贝壳可以换其他的东西，可是我只抓到三个蛤蜊而已。就是它的活动啊，还蛮有趣的哎，可以选贝壳一把抓。宝宝。吃饱了，波公馆很好吃，推荐推荐，拜拜拜拜拜拜。
拜拜，拜拜。